上请起立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，看见大光。住伫死荫的地人，有光照耀因。大讲这第二主日，予咱会记哩上帝的应允，确信伊所讲的话语要实现，并带着信心迎接救主进入咱的心中。这是咱三个来纪念上帝的十诫、十条诫。第一诫：我的主啊，你不能无爱的上帝。第二诫：那为着爱你，要的我想不如你也只有爱你，就是在所有里都难可以说那为爱你，让他好在你，因为我要我的兄弟，我很不用我的爱兄弟的对话，我很不爱我不求你的罪，你别到天朝上起来，让我是我爱的妹妹，我是第三界，人人生就命我的上帝命，因为人生就命的命，我的命不能以罪不罪。第四界，有一天有一天就有事，但愿你来我好，这一切转都被弃，就是用了我的上帝来修成就，只是比他的命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里，阿乐敬拜你。我知我是有罪的人，总是我要感谢你，借着主耶稣的降生，为我带来拯救的盼望。因着主的慈爱怜悯，让我的生命当更新，也恳求圣神时时帮助我，让我有力量常常为主做见证，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天父上帝的听。今仔日，我若要甲主三甲坐倒，透过食这个饼、饮这个杯，是要纪念主牺牲的听，提醒我学习主耶稣听的精神，分享到各角落。这是恳求圣神进入我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来领受你的真理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